午十二点，朋友们，我已经到了这个唐山市的这个迁安市啊。我现在找了一个完美的露营地，嘿嘿，今天估计又可以吃外卖了啊。这是一个大桥啊，风景还行。这个地方也蛮繁华的啊，这个房子高楼大厦修得特别的到位。哇塞，我仿佛看到了一片花的海洋啊，这个露营地绝对可以，朋友们。这边还有一个这种房子啊，这被拦，尴尬了啊，被拦起来了吗？这是一个教堂，还要拦起来。这是一个教堂，这是才修的吧？啊，这个停车场非常的大，非常的 beautiful。 哟哈，车也非常的少。这边一个大教堂，感觉这个教堂修得好新啊，非常的大啊。看这个墙啊，那么新，应该是才修没有两年，最多没有两年。哇，那边有一个湖啊，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上次在那个驻马店待过一段时间，就感觉跟这个地方差不多啊。但是它这个湖进不去啊，你看路都被拦死了，路被拦死了。但是这个厂子蛮大的，非常的安静。这是专门给这个教堂修的一个停车场哦，应该。我想进湖边去逛一下，进不去啊。这里有红，有枫叶啊，看，红色的枫叶树。我刚刚鱼篓过来啊，这个边上全是花。红色的枫叶，好看。哦，那个大桥就在那边，看到了吗？离我非常的近。哎呀，首先来找一下厕所。你看，要从那个铁丝网那边过来，然后再走，我就看到一个拖影里头上面写的不就是厕所吗？我看到前面几个字母了，到了。拖影里头，哇塞，这个草啊，足足有一人身啊！这是有多久没有人来过了啊？哎呀，我那个乖乖，这是多久没有人来开发过了啊？你看，我估计这个厕所肯定关门了。哇塞，这里面风景确实好美啊！看。
有没有点驻马店那个大花园的意思啊？那边就是一个大湖，好像啊，有点像那个地方了。我可以猜一下这个厕所关门没有，朋友们？我猜一下有八成是锁门了，不然的话他那边不会是杂草丛生。哎呦，这里一条毛毛虫，吓我一跳啊！哦呦，哇塞，好多毛毛虫，这墙上全是毛毛虫啊，看到吗？哎呀，吓我一大跳啊！哇塞，我赶紧离开吧。哦，太吓人了，我乖乖，好多毛毛虫。哎呀，哎，我刚刚走在那里面没有站到吗？我出去吧，这太吓人了。哎呀，这厕所确实是关着门的了，拉不动。哇塞，感觉从这里走过去好有感觉啊！我想起以前看过了一部外国大片，真的有那么一点意思啊。有没有那么一点意思了，朋友们？我感觉有，想起以前的一部外国大片，但是具体是哪一部我不知道了。你看，到了再过两个月之后，这里啊，漫山遍野都是白色的雪花飘飘。再走到这里啊，那个意境真的是，那就真的是到位了。那就真的到位。哎呀，这个河边的景色估计也可以。明天来吧，明天的这个给大家去拍一下，今天就不拍了。我要回去了。哇塞，这个枫叶树好漂亮啊。尴尬了，我的车在那里啊，我怎么过去啊？这枫叶树好美啊！看，这里没有毛毛虫吧？没有，我就这样过去吗？不行，没有路了吗？只能这样过去了啊。这里没有毛毛虫吗？别吓我啊，朋友们，别吓我，我刚刚真的被吓到了。这整个都是毛毛虫的天下，那里那个厕所真的就是废弃了啊，就算是开着也没人敢去上厕所。过来了，过来了。哎呀，这里有一条路，过来了。哎，哎呦！哇塞，这个树上也有毛毛虫，我日！哎呀，我最……哇塞，这树上好多，这怎么弄啊？好多啊，这个树上，这地方为什么这么多毛毛虫啊？这怎么过去啊？这就有点完蛋了啊！哎呀，这怎么搞啊？好多毛毛虫，我跑一把吧。这只能跑过去了，全是这树上，我不敢往这里走。我换一个方向吧，换一个，全是毛毛虫。这边，哎呀，今天把我吓得，哎呀，过来了，这不敢进去了，不敢进去了，吓到我了，我必须要把衣服给脱了，检查一下我的身上有没有沾到毛毛虫。吓到我了，我身上没有沾到吧，朋友们，帮我看一下，
我身上有没有毛毛虫？没有吧？嗯，没有就好。哎呀，最怕这个毛毛虫了，真的，看的都怕。一只的话我还可以，一来二三十只了，我真的害怕。休息好了，下午见，朋友们。